本特利究竟有多倒霉？爸爸在给哥哥玩耍时，本特利在下面看着就能被误伤。而快要上台领奖时，也能被爸爸坑一下。本特利正在想水管为什么不出水时，后面的爸爸为了坑儿子居然这样做。안나와果然生孩子就是来玩的，而本特利自己也是倒霉体质，正在海边玩耍的他。父亲正在安慰本特利，说被鸟屎砸中会有好运气，而下一秒这真的会有好运吗？오늘맨좋은일밖에없을거야좀좋은거야맞으면엄청좋은거야좀뭐그런말이있긴하더라고요아이게좋은일이야 이게좋은징조예요머리에맞아가지고진짜좋은일생길거예요오늘행복한거예요진짜로아닌거야 네别人长这么大都没喷过墨鱼汁，可本特利竟是幸运的那一个。本特利真的是小小的年龄就要承受大大的压力啊。